感觉不错，虽然下雨了，但是我觉得每个人打球那种热情还是没有减少啊。哦，就多增加了四分线嘛，然后还有它是算积分制的嘛，然后可以让大家可以不用担心可能会输球，然后就立马回家，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在场上的拼斗，然后到最后面比赛快结束，然后算积分，我觉得不错，很梦幻。我从林杰敏16、17岁，他在能人加商成名就采访他，一路看着他成长到现在，所以其实我也是 Jimmy 的球迷。那他现在在重新寻找另外一个舞台，他从一些业余联盟重新出发，我真的很祝福他。今天有机会跟 Jimmy 一起同台比赛，我也见识到他不平凡的能力。哇，我觉得这边这球员休息室不错，这环境可能就一般三对三很难会去可能做到这种规模的，所以我觉得蛮好的，就跟每个人进来感觉就有很奢华的享受。天哪，这是 NBA 规格的休息室哦，三对三的街头篮球，有这样的顶棚，有这样的球场，还有这样的球员休息室，另外有吃的，有喝的，还有这么多的工作人员来服务，这不是 NBA 等级，我觉得这是 NBA 的 VIP 等级，你们一定要去参加台中场、高雄场，赶快来报名。